些，有感觉吗？所以你那一束可以移到这一点的下来一点，不要移那么进去，因为它是直接用一束代表两个笔画，有没有？对。哦，你如果在这边，那你直接下来，这个口一定要歪出去嘛。所以你过来一点。我们上次好像写过一个画哈，所以右手边都是舌头的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一横跟那个口字部啊，不要距离太远。好。哦，宁可这里长一点，好，宁可这里长一点。哦，